好了，小朋友们，我们今天呢是带大家来参观我们城市中心的一个警察局中心。嗨，小朋友们，大家好，我是你们警察局中心的一个刘警官。那么，小朋友们在参观我们这个警局的时候呢，有一点要注意喽，就是千万一定要在我们大家的看护范围下，因为在我们的警察局中心呢，真的是有非常多的这个坏人哦，他们就会被我们关在监狱里面。如果你不小心跟他接触了之后，他就真的有可能会危害到大家的一个生命哦。哦，哎，你听说了吗？这边真的有是有犯罪分子在这边呢。还是真的是挺恐怖的。那我们要不要速速去看一下，去冒个险探个险什么的？嘿嘿嘿， Sarah 快过来快过来，在这边。哇，我们可以到上面去探险呢，你觉得怎么样？不要吧，我觉得我们还是听警察叔叔的话吧，我们在那边安安静静的跟大家一起参观不好吗？哦，你真胆小，要不要跟我一起过去？快快快， Sarah， 我们快点往上爬，他们肯定看不到我们。哇，你看这边有好多电脑耶，里面肯定有好多好多这个犯人的这个照片呀、地址啊等等等等等等。我觉得这边呢，他们肯定也会放上各种各样的一些东西在里面。还有很多重要的东西，对不对？是啊。但是这边的这个门是关着的。哦，小朋友们，我们可以去到那边去看一下，那边是我们的武器室。喂，你们是谁？哎，你是谁？你是犯人吗？你干嘛了？哎，你是小朋友吗？你们怎么来的？你们为什么会在这里面？哈哈，小朋友们，你认不认得我呢？我不知道耶。难道你不知道是我在前两天在把你们家的那个别墅偷了些东西吗？你们不会感到害怕吗？呵呵呵呵，小游、Sarah， 你们快过来。我们找了你找了很久呢，快点过来，你们不可以在这里哦，这里是太危险了。再见，犯人先生。哎，再见，怎么可能？小游，小心小心，这边肯定是什么都不会发生的啦。他们这两个是有点迷路啦，他到了别的地方。那好吧。那我们现在呢是要往这边看一下。那小朋友们，你们一定要注意，一定要小心哦。我们可以到下面的地方再去继续进行一个参观。然后在这边呢是有各种各样的一个犯人的监狱，你们也可以过来看一下哦。你看这边呢就是我们犯人的一个普通的一个监狱，在里面呢会有我们的一个犯人给犯人的一个床，还有他的一个这个洗手池，还有他的一个小书架等等。但是基本上的话呢，都是每一个犯人是有一间，然后是要保证每一个犯人呢都是有他自己的一个地方。哇，我觉得这个犯人的房间还挺不错的哦，感觉好像比我家里还大哦。Sarah， 你看这边还会有写了好多字哎。这边真的是哦。但是我今天呢不想去做任何的这个小怪动作啦，我要好好的听话。那好吧。小游，你会被我关在这里咯。耶，太慢咯，又被我关在里面咯。1、2、3，小游 ,Sarah, 快走啦。现在我们要走喽。好啦，你们今天已经让我够费心的了，你们快点出来，快点回家喽。好吧，那么我们走吧。